喂，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陈先生吗？你好，我这边环保局哈。是，你好。是，您刚有陈情说有个松鼠的尸体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因为他是有写说我们到场之后，然后跟您联系吗？对，我现在过去。您现在不在那边？我在等待路，我现在要马上过去。哦，是是是是。那您是说他应该是在建国南路二段99号？对，没错。的人行道上吗？是是，没错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先派人过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您。谢谢，拜拜。对对对，对，哦，里面是松鼠，对，哦，好，松鼠，哦，哎，好，我早上看到，我现在还在处理，是，他就是在那个马路边呢，哦，好好，那我带回去啊，你们是带回去这边火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会火化，是送去火化哟，对对对，好啊，再感谢你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啊，那以后如果说猫咪呢，或者狗狗呢？对，你是通报你们吗？没有，一般如果是这一般也这无主的，无主的，无主也通报我们。但是如果说自己养的，那他们就他们自己来处理，没错啊。但这种像野生动物，就一定是通报你们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啊好啊，好，感谢你感谢你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